2016仲夏，汉语桥第十五届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再次起航。第十五批热爱汉语、热爱中国文化的世界大学生，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来到了您的面前。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游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最深沉的文化圣地。汉语桥，中国，我们来了！这是汉语桥，从108个国家选拔的汉语最棒的146位大学生。今天，汉语桥又创新出了各种妙趣横生的汉语考试方法，从过桥、晋级到决赛。选手们在电视考场内完成层层竞赛，回答正确。选手们除了要猪队厮杀，还要挑战以说话为职业的中国主播团，挑战全国所有汉语竞赛的冠军。15年来，最强选手、最高难度、最有趣的互动，就在今晚的世界大学生中文总决赛。历经一个月的语言激战，五位选手终于登临大赛之巅。他们是亚洲周冠军郑佳佳、大洋洲周冠军胡晓、美洲周冠军安德烈、非洲周冠军大伟、欧洲周冠军曾子如。激情和荣光，突破和成长，天才和创意，聚首和惜别，都在这个赛场上一一展现。今天总决赛的号角已经吹响，谁能摘得桂冠，一举夺魁，让我们拭目以待。艾莫学习手机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下节更精彩。艾莫学习手机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现在继续。我们迎来汉语桥自举办以来最盛大的汉语聚会，世界各地热爱汉语的青年纷纷来到总决赛现场，为今夜汉语桥总冠军角逐助威加油。首先来到现场的是世界大学生观摩团，他们是来自全球106个国家的132位汉语爱好者，他们在本届汉语桥比赛海外赛区中均取得优异成绩。今天他们将为我们的参赛选手带来来自全世界的祝福和鼓励，欢迎他们。很开心能够来到中国，来到汉语桥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五中欢声们加油，汉语桥加油。接下来欢迎来自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选手们，他们或是已经开始在中国留学生活，或是未来即将走上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舞台，继续展现汉语的风采，欢迎他们的到来。汉语桥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在中国的校园里等着你，几年以后我们也一定会来到这个舞台，加油。现在来到现场的是今年比赛最特别的一个团体，他们是来自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汉字听写大会挑战主持人比赛，安徽卫视超级演说家、河南卫视汉字英雄、国际大专辩论赛、金话筒奖等不同汉语领域比赛的超级冠军们。纵横万里皆兄弟，诗心一脉四海同，今晚我们期待与五中冠军们的交锋，汉语桥加油。最后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五洲冠军闪亮登场。他们分别是亚洲周冠军来自缅甸曼德勒赛区的郑佳佳，
中文好，人缘好，运气好的三好家人就是我。总决赛看我用锦囊佳句再创佳绩。大洋洲周冠军，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赛区的胡晓。爱笑幽默的人运气都不会差，冠军之夜看我笑傲江湖。非洲周冠军，来自埃及赛区的大伟。说从非洲来了个大伟，没事就爱说绕口令，吃不烫不都不烫皮，不吃不烫刀都不烫皮，断口顺，嘴皮子溜，总冠军周冠军。欧洲周冠军，来自乌克兰赛区的曾子如。谈笑有鸿图，往来无白金，冠军之夜看我可战群族。美洲周冠军，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赛区的安德烈。不要叫我学霸，我是学神，拿到第一从来是一种习惯。汉语总冠军，谁敢争锋？大家好，这里是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暨闭幕式的现场。这次比赛是由爱默学习手机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魏哲浩。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杨乐乐。那么今年我们的汉语桥比赛呢，在参赛人数上是创历年最高，一共有来自于全世界108个国家的127个赛区的选手参赛。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相聚在这里呢，就是共同来见证今年的总冠军的诞生。大家晚上好，我是李牧，来自瑞士，我是第9届汉语桥的选手。今年汉语桥15周年，我这也算是回家了。欢迎李牧回家，欢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莎明子。本次比赛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教育厅、湖南广播电视台、国际汉语言文化传播基地承办，湖南卫视、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协办。我们的节目呢，还将通过湖南教育电视台同步播出。好，接下来呢，要很荣幸给大家介绍我们今晚的3位专业评委老师。我们要掌声欢迎的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南方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罗杰·哈特院长，欢迎您。欢迎院长。还有这个夏天一直陪伴我们比赛的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徐丽老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怡武教授，欢迎您的到来。欢迎，欢迎，欢迎。当然呢，也要欢迎我们今天晚上到场的300位大众评审们。没错，你们每一位都是今天比赛的评委之一。欢迎。马上就要进入到的是今天总冠军之战的第一轮比赛。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1号选手，来自缅甸曼德勒赛区郑佳佳的表现。我们有请郑佳佳。大家好，我是郑佳佳，来自缅甸靠近中国边境的一个小镇。我的缅文名字叫 Sansanatong。 大家看我这一身衣服好看吗？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可是我们缅甸姑娘在结婚的时候才会穿的新娘服，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华丽的衣服。爸妈为了帮我准备这次比赛，花掉了我们全家半年的收入，折换成人民币是6000块。从我5岁起，我们全家6口就挤在爷爷家住，爸妈开了一家小药店，每个月能挣1000块，就靠这些钱来维持我们全家人的生计。10岁时，爸妈给我报了汉语补习班，那时的学费每个月300块，
相当于我们全家三分之一的收入，可爸妈从来没有心疼过这些钱。我晚上上课要走夜路回家，妈妈怕我害怕，每天都会来接我，还会唱家乡的歌给我听。女玛丽嘎的杰鲁嘎，女玛丽嘎的杰鲁苏。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身为一个女孩，身为一个缅甸的女孩，家里条件那么差，那么不好，还要继续坚持学习汉语呢？这就是我们缅甸，我所住的缅甸小镇，那里开了很多中国的公司。在我们镇上，如果你不会汉语，每个月挣的钱相当于人民币2000块。可是如果你会汉语，每个月能挣6000块。所以说，在缅甸学习汉语真的可以改变命运。走到今天，我感谢汉语桥，感恩父母对我付出的一切。我想用中国的古诗词来表达我对他们的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就是我的中国故事，谢谢大家。佳佳你好，你是第一个万事开头难，但是我看着你那么从容的美丽的笑容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佳佳你今天的演说可能就成了。我想汉语对你的命运的改变一定不只是每个月的工资从2000到6000，而且是有更宽广的人生道路，一切皆有可能。佳佳加油。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二号选手，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赛区的胡晓。大家好，我是胡晓。2010年，因为学校的义工活动，我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我的中国故事就这么开始了。之后我主动申请，一次又一次来到北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其实这和一个中国女性有关。大家猜一猜，我和这个女性有什么关系？猜一猜吧。女朋友、太太都不是，她是我的中国妈妈，她叫王艳，今年55岁。在这个年纪，很多人还在忙自己的事业，而他却放弃了一份收入很高的工作，来到了福利院。5年里，他帮助了很多孩子，最大的就是我。他带着我融入了中国的公益事业。我们在福利院教孩子们做手工、玩游戏，跟大孩子们一起打篮球，也给一些孩子们上课。春节的时候，他带着我回家，我们一起包饺子，也收了红包。2014年5月8号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生日，很多朋友们来，我很自然地把他介绍给朋友们说，这是我的中国妈妈。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深深地体会到，爱并不是活的多少，而是付出多少。我决定毕业后留在中国，把我的未来和中国孩子联系在一起。感谢你，中国妈妈，是你让我找到我自己的中国故事。谢谢。我觉得胡晓的表现非常的有感情，他的这个演讲非常的有说服力，让我觉得也很感动。他和中国妈妈的感情，我觉得也是和中国的感情。但是胡晓如果他的语音语调再学得好一点，那就更好了。我希望你继续学习，为传播中华文化做更多的事情。谢谢你。谢谢，继续加油，胡晓。接下来呢，马上请出的是3号选手，来自于埃及赛区的大伟，有请。
大家好，我叫大伟，我是埃及人。很多人觉得埃及人没事就跑去金字塔边搬砖，其实埃及人是很浪漫的。今天我要讲的中国故事是我的爱情故事。俺找到了一个中国姑娘，她叫赵倩。在一次夏令营，她上台言说：“我的女神啊，我在天津的一个灯塔下向她表白了。”可能是因为我太帅了，他答应了我。我好幸福啊，别说灯塔，金字塔都是我的。整天在想啥时候能带着我的中国媳妇儿回家。夏令营结束，我真的回家了，他还在中国，怎么办呢？我找我爸爸，爸，我要去中国学习汉语。来到中国，见到赵倩，倩儿，我要来看你啊。好几年都是这样，为了倩儿，我一次次参加汉语桥预赛，终于站在了总冠军的舞台上，我的梦想快要实现啦。可是两周前赵倩给我提出分手，她要去加拿大继续学业，而我想留在中国。在这儿，我想对她说：“倩儿，这是你送我的，我一直待在身边。你曾对我说，别放弃。”这也许是你离梦想最近的时候。是的，我不会放弃，除非有一天我突然不会讲汉语了，那一天我就不再等你。可是倩儿，我爱你，你就是我的中国故事。谢谢大家。大伟同学好，在这儿跟你提一个小建议，你总的语音是很不错的，但是个别字音还有问题，比如说我向他表白，你把它说成表白，我一下就没听懂。表白，你跟着赶紧来一个。对，哎，表白，表白，好的，期待你获得或者说等到你最真挚的爱情，祝福，加油！谢谢徐丽老师。下面呢，我们要有请的是四号选手，来自乌克兰赛区的曾子如，有请。大家好，我叫曾子如，来自乌克兰。我出生于一个奇葩的家庭，在全家人的支持下才来到这里了。先说我爸妈，我爸大学教授，我妈英语老师，俩人一个汉字都不认识。我要参加汉语桥得有一个才艺，我妈说儿子要参加比赛了，你给想想办法。我爸抱着吉他在房间里学了两个月，出关那天说：“儿啊，歌有了，是蒋大为老师的牡丹之歌，唱了之后保证得冠军。”我就开始跟着我爸唱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哎，这感觉有点不对呀。二，说我哥嫂整天讨论时尚，说中国的姑娘小伙儿穿得可时髦了。我说给我看看照片一传，哎，换珠格格，花千骨，换成哥，那是古装片呐。姐，那是玄幻剧啊。三，说我奶奶70多岁，一个人住在小镇，家里连电视都没有。有一天突然问我：“你说那个广场舞是怎么回事？”原来她每周听一个关于中国的广播节目，恨不得跟我在一起来到中国。这就是我的家庭。自从开始学汉语，我们家
每周会开一个家庭会议，讨论关于中国的话题。我学汉语学了4年，我们家庭会议就开了4年，208期。我这次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第209次家庭会议。我想告诉他们我在汉语桥的收获，我想告诉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才成就了我的中国故事。奇葩家庭特别可爱啊，让人一下子就有印象，而且子如的表现特别的放松啊，能够传达出他的家庭的和睦，他的家庭对中国的兴趣。我觉得你如果语音语调或者是在表现中文方面再更咬得准一点，你的表现会更好。今天的你已经展现出了一个冠军的风采，有点冠军范儿了，谢谢你啊。好，那么接下来呢，马上要请出的是5号选手，来自于加拿大蒙特利尔赛区的安德烈，有请。大家好，我是安德烈，来自加拿大。从小别人就说我是个数学天才，11岁我拿到了第一个国际冠军，18岁之前拿到了13次加拿大冠军。后来主办方说把机会让给更多的人吧，所以我就不参赛了。我开始瞄准下一个目标，挑战汉语。就像这个公式一样，只要我们每天进步1%，1年365天下来就会有37.8倍的成长。就这样很快通过自学，我的汉语水平考到了4级。可当我走向5级的时候，我遇到了巨大的瓶颈。同学们还在初级班，身边没有人讨论。找辅导老师，他说像你这样水平的人太少了，我开不了班。当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另外一位老师，爸爸居然说你想学就拿自己的钱去学。我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孤独感无助感包围了我。我告诉自己，好吧，天才总是孤独的，我不能认输。于是我又参加了数学竞赛，用获得的奖金请了一位汉语老师，只用了1个月就把汉语水平提高到了5级。在国内学数学学汉语，越学越孤独，在汉语桥越交流越快乐，梦想点亮未来。在这个舞台我想成为冠军，更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朋友。这是我的中国故事，也是每一位热爱汉语的人的中国故事。我喜欢你的表达方式，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使大劲儿，除了尾巴上扬起来之外，一直娓娓道来，清清楚楚普普实实的娓娓道来。而且从我的专业耳朵听起来，你是5个选手当中声音条件最漂亮的，声音最漂亮的。希望你在以后学习汉语的路上像你这个数学天才展示出的这个天才的本领一样，成为汉语方面的专家，加油。我认为你也有冠军相哦。谢谢徐丽老师。哦，也是很高的期许啊。谢谢，谢谢我们的徐丽老师。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请上之前已经演讲完毕的4位选手来到我们的主舞台，来有请其他几位选手。听完刚才他们几位讲述的中国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他们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正在努力的付出。没错，而且每个人都是那么的这个个性鲜明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一轮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综合大众评审投票以及评委老师打分，各位选手第一轮的排名。这一轮排名末位的选手将无缘争夺总决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轮比赛的结果。好，我们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德烈，第二位是曾子如，排在第三位的是大伟，排在第四位的是郑佳佳，而排在第5位很遗憾澳大利亚的胡晓。很遗憾，因为分数排在最后，所以会无缘我们的总冠军宝座。来，胡晓，无缘总冠军这样的一个宝座，
此时此刻面对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有些什么样的心里话要跟大家来分享呢？好像我们韩语桥选手已经在一起好像一个月，但是我们五个人好像只有一个星期在一起，但是这是特别密切的关系现在呢，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很棒，他们都有一个很大机会获得了冠军，所以祝你们加油啊！所以给自己的兄弟姊妹们加油。对，而且胡晓说了，这个比赛完了之后你会继续留在中国，要深入我们中国的公益事业，对不对？是的，我们期待，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胡晓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上面，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已经证明你足够棒了啊！再次谢谢你，当然也要谢谢我们所有其他的选手，我们要准备接下来更加激烈的第二轮比赛，来，有请各位先休息一下，谢谢。我们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会越来越激烈。接下来呢，我觉得应该让他们好好的轻松一下，要给他们加加油、鼓鼓劲儿，是不是？哎，接下来呢，由我们的著名演员袁华老师和来自于湘西的小朋友们，他们会用一个特别的节目来为我们的选手们加油。哦，嗯，孩子们上场了。哇，好大的阵势啊！哎，还不止这些啊。那除了这些湘西的小朋友，接下来呢还会有来自美国的小朋友和卢旺达的小朋友，他们会一起来合作，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好，那就把舞台交给他们，掌声欢迎。
花老师和功夫小子们带来的汉字功夫。中国语言里面啊，功夫呢除了有中国功夫的意思以外，还有一层意思呢是在一件事情上花费很多的心思。我想我们所有的汉语桥的选手在我们的中国文化在汉语桥的比赛上都花了很多的功夫，接下来呢也希望他们都可以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你作为过来人有没有建议要送给他们？建议倒没有，但是有经验。汉语桥这个比赛一轮比一轮还难，接下来非常难。你还真说到点子上了，没错。那么接下来马上进行的呢是我们冠军之争的第二轮比赛。那么在本轮的比赛当中呢，根据第一轮的排名，我们的选手啊，第二名和第三名将分为一组，第一名和第四名将分为一组，来分别挑战我们的冠军。他们要挑战的可厉害了，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各个领域汉字比赛的冠军。哇哦，所以这一轮比赛说白了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关键。没错，那马上冠军和准冠军之间的较量就要开始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魏哲浩。好的，谢谢。那这一轮呢，要为所有选手出题的就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冠军们，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大家。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曾子如和大伟进行挑战，有请两位选手。哇，好绅士啊！那再一次提醒我们的两位选手，每一位冠军他们代表的这个分值不同，那相应的难度也就不同，所以二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个审慎的选择。两位听明白了没有？明白。好，明白。那首先呢，我们要有请曾子如来选择你要挑战的冠军。我要挑战九号选手。九号冠军。子如你好，我是中国成语大会总冠军唐蕊，很荣幸能够为你出题。那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请听题。成语难兄难弟现在指的是处于相同的困难境地的人，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因为难这个读音，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难兄难弟。好了，问题来了，他在读难兄难弟的时候原意是什么呢？请作答。难兄难弟这个成语的原意是两个兄弟哥哥弟弟不分伯仲一样好。回答完毕。非常棒，恭喜你，这三分送给你。哇，曾子如旗开得胜，拿下了三分啊，了不起。谢谢大伟，现在轮到你来选择挑战哪一位冠军。我试一下我的女神十一号冠军。你好，我是中国戏曲小梅花金奖冠军张楚仪，请听题。在北宋有一位大学问家叫杨时，有一次他去拜访当时的一位学者，正好那位学者正在睡午觉，于是杨时就冒着大雪站在门外，等到那位学者醒来，杨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雪人。我爷爷告诉我，这个成语是比喻中国学生尊敬老师。那请问这个成语是什么呢？请作答。这个成语是成名易雪。回答完毕。恭喜你，谢谢，回答正确。好，大伟也是旗开得胜啊，拿下了两分。来，曾子如，请选择你要挑战的冠军。好，我要挑战七号冠军。子如你好，我是2016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殷一航，请听题。水啊，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意象万千，有的时候象征着道德，有的时候象征着隐逸，有的时候象征着时间。现在让我们来对对有关水的诗词吧，请作答。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落霞与孤鹜齐飞。想一想，要不先来下一个。好，再过一下这个。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嗯，我们来回到第二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恭喜你回来了，三分一定要送给你，谢谢，送一个小爱心。这个三分拿得好不容易啊，金子路已经有六分了啊。大伟，你会挑战哪一位冠军？请选择。好，我选择二号冠军。你好，我是超级演说家冠军刘媛媛，我这道题比前面的题都难，请听题。大伟，谢谢你选择我，我接下来要夸夸你，你一定要认真地听清楚我夸你的每一句话。我刚刚在后台看到你一表人才，对你的初步印象就已经非常好了。我今天晚上看了你的表现，更是大吃一惊，现在对你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你的演讲呢，振振有词，你的汉语知识储备学富五车，如果今天晚上可以看到你夺冠，那简直是大快人心。大伟，在我刚刚夸你这段话中有三个成语用错了，你知道是哪三个吗？请作答。振振有词，大快人心，大吃一惊。回答完毕。你的答案是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想转走旧时光，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将带你们做一次特别的时光远行，麦哲伦还是哥伦布，西游记还是大唐西域，告诉这个世界你的答案。iMo 学习手机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下节更精彩。iMo 学习手机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iMo 学习手机冠名播出的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打开百度手机助手，下载芒果互动 APP， 同步答题赢大奖。大伟，在我刚刚夸你这段话中有三个成语用错了，你知道是哪三个吗？请作答。振振有词，大快人心，大吃一惊。回答完毕。你的答案是错误的，非常抱歉，正确答案是振振有词，学富五车，大快人心。很遗憾，所以这个三分没有拿到啊。好，进入到我们两位选手的第三轮的比拼了。我要挑战十号冠军。好的，子如你好，最难的题目来了。我是国际大专辩论赛全程最佳辩手陈明，请听题。对于韶华易逝，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我只怕盛宴易散，良会难逢。而与他同时期的中国戏剧大师则感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四百多年前，这两位生活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文学巨匠，他们都主张肯定自我，回归人性。问题来了，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位中国的戏剧大师是谁呢？而这个句子出自他的哪部代表作品？请作答。这位戏剧大师叫唐显祖，这部作品叫《牡丹厅》。恭喜你，回答完毕，回答正确。哇，接下来就是大伟，你的最后一次的挑战时间，打算选择几分题呢？四号冠军。你好，大伟，你是不是以为一分题就不难了呢？我估计你是想错了。我是汉字英雄总冠军陈怡希，请听题。中国的汉字很有趣，但有些字的字形就像多胞胎一样非常相近，请问图片中的三个汉字分别怎么读呢？
请作答。第一个是赢，第二个是裸，第三个第二个雷，第三个裸。你回答得非常正确。哇，了不起啊！所以大伟拿到了非常宝贵的这一分。好，马上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第二组选手安德烈和郑佳佳，有请二位。好，根据比赛规则，安德烈，首先你要来做出选择。我挑战七号冠军。请听题，我的许多外国朋友啊，跟你一样喜欢听中文歌学汉语，他们说歌词虽短却富有画面感，就比如周杰伦的《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其实早在中国元代，著名散曲家马致远，他有一首作品，只有仅仅28个字，却描绘了10个意象，没有一个秋字，却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秋意。请你背诵马致远的这首曲子，请作答。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回答完毕。答对。好，旗开得胜，安德烈拿到了这3分啊。接下来佳佳，不要有压力，你来做出选择。我选择10号冠军。好的，请听题。有一次苏轼跟朋友一起出去春游，走到半路上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朋友们在路途中都是狼狈不堪，可是苏轼却乐在其中。一场大雨让他悟出了一番哲理，落笔写下一首《定风波》。自然界的雨情都如此寻常，那人生的坎坷又算得了什么呢？你知道这个哲理对应的是哪一句吗？请作答。有对自然界雨情的描述。非常遗憾，时间到。正确的答案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谢谢。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安德烈来选择挑战冠军的时间了。我也想挑战10号冠军。哦，请听题。郭务言志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那么周敦颐的《爱莲说》就是托务言志当中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请你用周敦颐的原文说出他喜欢莲花的理由，请作答。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恭喜你安德烈，一字不错，回答正确，又拿到了3分啊！恭喜我们的安德烈。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郑佳佳。我选择9号冠军。请听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呀，许多成语它的意思已经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像现在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儿“呆若木鸡”，我们现在呢用它来形容一个人有点痴傻呆愣的样子，它其实最开始是一个特别高级的褒义词。你知道这个现在笨笨的“呆若木鸡”它的原意是什么吗？请作答。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或者是一只鸡，它在那个比赛的时候一动不动就能把敌人吓跑，深藏不露。回答完毕。恭喜你回答正确。恭喜我们的佳佳安德烈。第3轮挑战时间，继续挑战3分题，还是往安全方面考虑？我选择难度最大的。哦，2号冠军。请听题，在中国的婚礼上，当新郎跟新娘携手走进殿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来祝福他们。你知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吗？请作答。
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指两个战友同生共死，互利不弃。回答完毕。恭喜你得分啦！所以又是拿下了第三个三分啊，非常的了不起。接下来请佳佳。我选择14号冠军。我是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总冠军陈可宇，请听题。现在我要出两个会意字来考一考你。第一个字上面是一个入，底下是一个水。第二个字上面是一个人，底下是一个水。你能根据字形解释一下这两个字的含义吗？我觉得是第一个字是买入东西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字是卖出东西的意思。回答完毕。很抱歉，您的答案是错误的。第一个字其实是把东西放到沸水里煮一煮的意思，而第二个字呢，其实是一个人漂在水上，它有漂浮的意思，可以引申为用油炸。好，所以没有能够拿到这三分。那这一轮比拼结束之后呢，很遗憾又会有一名选手要离开我们的舞台，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榜单。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德烈，排在第二位的是曾子如，排在第三位的是大伟，排在第四位的是我们的郑佳佳。恭喜前三的选手，当然佳佳很遗憾要暂时离开我们的舞台。佳佳加油加油。那此时此刻有什么心里话？我觉得他们三个都很厉害，所以我淘汰我觉得心甘情愿。加油你们三个。好，给自己比赛当中认识的所有的好哥哥们加油。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其他的几位选手赶紧去准备一下，我们最后一轮激烈的比拼在等着各位，好吗？谢谢，谢谢各位。当然也要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冠军团的成员们，谢谢你们。
到了唯美的当柔术遇上青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见证一下当汉语遇上爱情。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汉语桥第一个组建的国际家庭了。两位爸爸妈妈就是在汉语桥相恋的，是不是哈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哈森，来自印度。2004年，我参加了汉语桥。大家好，我是莫娜，来自埃及。2004年，我也参加了汉语桥。从那之后，你们懂了，有了我们的爱情故事，有了我们的家庭，还有了属于我们俩自己的宝宝，属于我们自己的汉语桥宝宝。大家好，我是小娜，我是汉语桥宝宝。大家好，我是诺安，我是汉语桥宝宝。我明白了，所以呢，你们这是把汉语桥当成了鹊桥，相会了以后有了我们的汉语桥宝宝，好幸福哦。那今天你们再回到这个对爱情和人生都有着特别意义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礼物回赠给大家？要世界的汉语桥，用整个世界一起加油，接受微笑。谢谢大家，好开心。就是这一座汉语桥缩短了世界的距离，让你们在2004年相遇，那已经是12年了。但其实呢，我们的汉语桥已经有15年了。在这15年中都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汉语桥的15年时光。15年来，你的世界发生了什么？15年前，我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美丽的大理，那是我第一次和中国有了亲密接触。我学的第一句中文就是晚安，我的汉语启蒙老师就是我的妈妈。大家好，我是韦斯可。15年前，我前往中国参加了第一届汉语桥。15年前，受着中国之美、汉语之美的吸引，21个国家的49位朋友追梦而来。首届汉语桥，第五届汉语桥，第十届、第十二届、第13届汉语桥，第14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不同的语言有共同的表达，同样的精彩有不同的渊源。为此，接下来的15年，有158578名汉语老师和汉语志愿者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开设了502所孔子学院和1013间孔子课堂，他们连通了137个国家。15年来，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我先后在尼泊尔、索菲亚大学、卢旺达大学、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开罗大学的孔子学院任教。我培养了5名汉语桥比赛的冠军。谢谢老师。老师谢谢你，你们辛苦了。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我的老师，我们永远在一起。谢谢汉语桥，让我交了很多朋友。感谢你老师。君子学以聚之，问以加油。15年来，不论世界如何喧哗，汉语桥努力引你穿越尘嚣，进入一处平和包容的交流空间。举臂则相，有臂就是。15年来，不论你怀抱何种梦想，汉语文化努力做你的陪伴，为你提供追梦的智慧和能量。加油！加油！加油！15年来，汉语桥给世界带去了什么？有朋自远方来。汉语桥讲述了15年的中国故事，培育了15年的友谊，追逐了15年的梦想，激荡了15年的文化交流风暴。我感谢这个舞台，圆了我的演员梦，
我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安保公司 G4S 的海外项目总监。15年前，汉语桥在我心底播下的种子，有教无类，兼容并蓄。大家好，我是泰国的董小姐，这就是我的汉语工作室。我一直在比利时鲁恩大学汉学系当老师，现在已经教了700多名学习中文的学生了。如今我也成为了一名汉语老师，我想让更多的巴西人学好中文。谢谢你，汉语桥。如果没有遇见你，我不会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祝汉语桥15岁生日快乐！汉语桥15岁。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他的名字叫做拉迪娜，来自于保加利亚。他呢是第5届汉语桥的选手，那么今天呢，他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拉迪娜，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好，我手里的这本书有我的翻译，它叫《当代中国当代优秀作品集》。这个翻译代表我中西翻译的梦想起点。我曾经翻译过莫言、贾平凹、冯梦龙、蒲松龄等中国文学大师的作品，我今天想把它送给汉语桥，感谢汉语桥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故事，谢谢大家。谢谢拉迪娜，非常的了不起。在2005年，拉迪娜在参加完我们的汉语桥之后呢，她一直不间断地在翻译我们中国文学大师的作品。她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的拉美国家的人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文学的力量。所以呢，她在2009年的时候，是只身一人远赴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墨西哥，并且一去呢，她就有5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拉迪娜，非常感谢你为我们送来这么一份珍贵的礼物。那么我们中国呢，也有一句成语叫做礼尚往来，今天呢，我们也为你送了一份礼物。那接下来我想请你往后看。拉迪娜的妈妈来了。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Very thank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o Hunan TV to invite me to see my daughter because I haven't seen her for many years. And 1 year is a whole age for a mother when she cannot see her child. 她就很高兴，非常感动，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因为怎么说，她很好几年没有见过我，以后对一个母亲来说，1年就等于是一个很长、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就一个永久。You have grown up. 他说我长大了，好像长大了，在妈妈面前，女儿永远永远就是小女孩，在不断不断的成长。确实，我觉得她应该是值得你非常非常骄傲的女儿。那么，其实在这儿呢，我还要告诉拉迪娜，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Yeah, what the They still have a surprise. 因为在这个孔子学院总部和国家汉办得知了你的故事之后呢，他们决定要再送一份礼物给你。他们为了让你在汉学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他们特地的开辟了一个绿色通道，为你提供一个新汉学计划的资助资金。这也是中国关于汉学研究领域当中最高规格的一个学术资助。所以在这里要祝贺你，你以后可以安心的去研究你的汉学了，好吗？我只能说一声非常感谢。谢谢。
谢谢，让我们看到了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I'm very happy because I know that she wants to become a doctor of science. She's a very good translator. I believe in her. 她说我非常感谢中国政府给我女儿提供这个奖学金，因为我知道她想成为一个博士，而且我相信她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翻译。谢谢，谢谢。我相信在汉语桥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我们的选手们，他们通过不断的努力，通过自己的信念、坚持，一步步的追逐自己的梦想，让自己的梦想成真。那么在这里呢，要再一次感谢你们的付出，谢谢，谢谢。认真对我每一分钟，
们汉语桥的选手们，马上将会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比拼了。我们的三位选手将会来一次奇妙的时空穿梭旅行，他们将会在著名演员游泳老师的带领之下，一起来了解2000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记忆。当然了，他们也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除了答题得分以外呢，我们的评委老师依然会根据他们的表现进行评分，同时我们现场的大众评审们也会根据他们的表现进行实时投票。哇，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到第三轮冠军终极之战。我将带你们做一次特别的直光远行，丝绸之路、三字经、哥伦布。如果我是冠军，我要在埃及开一个中文电视台，我要创建紫竹讲堂，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iMo 学习手机第1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下节更精彩。iMo 学习手机第1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现在继续。这里是由 iMo 学习手机冠名播出的第1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打开百度手机助手，下载芒果互动 APP， 抢红包夺大奖。各位选手，我将带你们做一次特别的时光远行，因为这次远行你们将看到几千年来世界是如何在彼此的交流中走到今天。先让我们回到2100年前，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张骞。当时没有导航，没有地图，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张骞却要去寻找8000里外的国度。人在未知的情况下都不会乐于去冒险，可是张骞却勇敢地出发了，从长安一路向西，路上迷失、缺水、强盗、猛兽，九死一生，他这一去就是18年。张骞走遍了当时西域30多个国家。请问3号选手大伟，张骞最远到达了今天的阿富汗地区还是罗马地区？阿富汗地区，回答完毕。没错，张骞最远是到达了阿富汗地区，他打通了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因此汉朝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是凿空之人。请问4号选手曾子如，张骞打通的这条路被后世称为茶马古道还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回答完毕。是的，答案就是丝绸之路。丝路是一个伟大的开始，从此这个世界的交流有了更多的选择。到了唐朝，有一个人再次选择出发，不过这次不是为了财富和机遇，而是为了思想和真知。这个人我们很熟悉，玄奘。玄奘经过了很多国家，每到一个地方都讲经授课，无问不答，当地人都尊称他为智者。几年后，玄奘到达当时西方最大的学术中心，坐落于印度的拿烂托寺，在那里他博览群书，探讨学术，最终在西行13年后，玄奘决定返回中国。请问5号选手安德烈，后世人们根据玄奘的经历改编成许多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一本小说是《西游记》还是《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回答完毕。错误，《大唐西域记》是玄奘
口述的一本著作，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西游记。玄奘把西方释迦牟尼探讨人生的思想带回中国，与此同时他把中国的一本哲学经典翻译到了西方世界。请问三号选手大伟，这本哲学经典是三字经还是道德经？三字经。回答完毕。不对，玄奘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是道德经。在玄奘的努力下，丝路连通地理之后，人类史上轴心时代的两大思想第一次实现了交换，接下来世界的交流将更加深远。到了宋朝，中国的港口每天都会迎接从海上丝路驶来的无数商船，放眼望去，随处是世界各地的商人。宋朝一本书上记载，这些商人的故乡中有一个国家处在中国和西方大陆的正中间，叫大石，是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中转站。中转的不仅是丝绸、瓷器和香料，更重要的是科技。一来一往的商船带来了大型船只制造和远洋航海的技术，更关键的是这里的人们把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个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带到了欧洲大陆。请问四号选手曾子如，这三大发明是经由阿拉伯人还是意大利人带到欧洲？阿拉伯人。回答完毕。没错，中国的科技漂洋过海，在阿拉伯人手中传向西方，开始终结灰暗的欧洲中世纪。我们相信阿拉伯人带走的不只是货物、科技，更带走了一个关于遥远东方的猜测和想象。终于公元1275年，一位意大利人来到中国，一待就是17年，他就是马可波罗。很快一本叫《马可波罗游记》的书风靡西方，因为这本游记，许多的欧洲人开始寻找中国。没过多久，有一位意大利航海家向中国扬帆起航，他意外地为世界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请问五号选手安德烈，这位航海家是麦哲伦还是哥伦布？哥伦布。回答完毕。是的，正是因为哥伦布，人类才发现了新大陆。终于在600多年前，人类开始了对地球全面的地理探索，人们脑子里的地球从平展的地图变得圆了起来。其实在哥伦布之前100年左右，中国有一个人就已经开始星辰与大海的征途，他就是郑和。郑和从30多岁开始出海，他的船队有2万多人。很多人不知道，郑和的船队拥有当时世界最强的海上武装力量，却从来没有主动跟任何一处文明产生冲突。他们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公平贸易，赠送礼物，广结善缘。在郑和递给各国君王的国书中，不断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中国愿与远近周边一切国家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下西洋带去了很多中国的特有物产，也带回了很多奇珍异玩，其中有一种动物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麒麟。请问三号选手大伟，这种动物在今天被称为金钱豹还是长颈鹿？长颈鹿。回答完毕。没错，
这种动物就是今天的长颈鹿。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它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画上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交流急速推进，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沿着郑和走过的海路来到中国，其中就有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利玛窦。利玛窦交了一个中国朋友叫徐光启，两人联手把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了中文，从此中国开始有了系统的西方几何学。到中国的第13年，利玛窦干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把中国儒家经典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请问五号选手安德烈，利玛窦所翻译的是四书还是五经？四书。回答完毕。没错，是四书。2000年前的中国思想就这样传到了西方，对西方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此欧洲启蒙运动的上空照进了一缕东方思想的光。各位选手，2000多年过去了，你们会发现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并不是一句口号、一片论文，而是一位又一位先人对文明的交流心怀向往，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段属于全人类的旅程。今天这段旅程仍在继续，由中国启程的一带一路正在继承历史的意志，在和平的愿景下与世界分享经济腾飞、文明发展的成果。一个差异中交融的世界才是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世界。最后一个问题，过去世界变得多彩是因为有了你们背后这些先人，而现在世界未来的交流将交给你们，请用30秒的时间告诉这个世界你的答案。如果我是冠军，我要在埃及开一个中文电视台，讲中国的曲艺、美食、典故以及埃及历史和文化，让更多的埃及人去了解、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精彩。中埃交流交给我，大伟。当今世界，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假如给我一个平台，我要创建紫竹讲堂，讲中国的诗词歌赋，也读西方的文学名著，让全世界的年轻人更好地了解中西方文化，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世界文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我的梦想是倡议发起最强智囊团，集合全世界的智慧，建立互联网学习平台，让科技交流造福世界，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就是安德烈，在最美的未来等着你。谢谢，谢谢三位选手的精彩演绎。我相信所有的人呢都已经投入到刚才的那个情境当中。我觉得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应该多来一些时空穿越，方法很简单，就是读书，读好书，读经典。没错没错，比起他们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热爱着中国文化的这颗心，让他们呢在这个舞台上，前有古人，后仍有来者。止戈为舞是和平，是共享太平之福，这是郑和的理想，其实呢也是中国的邦交理念。
我们也是真心的希望每一位汉语桥的选手能够在未来成为故事当中你们的先辈那样的文化传播的使者。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的投票通道已经关闭了。我觉得刚才呢他们的答案非常的令人满意，不知道我们的评委们是怎么想的。哎，有请罗杰哈特老师为我们点评。谢谢，你们都非常精彩，我非常佩服你们，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未必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们来到这个汉语桥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化交流的优秀使者，祝贺你们。谢谢，接下来有请徐丽老师。三位同学都用30秒的时间阐述了自己的未来的梦想。我印象深的哈，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大伟，你不是说你要在埃及开办一家中文电视台吗？你要当国际中文电视台的台长吗？对吧？我现在就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我做的就是对外文化传播。过几年了，我退休了，我上你那儿干活行吗？啊，我不需要你发工资管饭就行，行吗？好，这活儿行吗？好，哎，赶快签好了，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等着你梦想成真的那一天，我等着你发邀请哈！加油，加油，加油！好，谢谢，谢谢徐丽老师的鼓励。接下来我们有请张艺武老师。三位啊，交流作为自己的志业，作为自己的理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希望你们进一步的学好中文，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你们，在对未来来说，会给所有的人更多的启发。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张艺武老师，也再次谢谢我们的三位评委老师，当然要谢谢我们所有大众评审的投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长沙市新城公证处公证员刘丽萍和黄若红为本次比赛公证并送上比赛结果，有请两位公证员。大家好，根据第1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的现场，我们进行了全程监督，自证明本次决赛的程序符合预定规则，决赛的结果真实有效。长沙市新城公证处公证员刘丽萍、黄振红特此公证，谢谢。谢谢，谢谢。哇，沉甸甸的成绩单已经拿在我们的手上了啊！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出本届的15强选手回到我们的舞台，有请他们。有请，有请。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仪式们。我们有请以下三位选手上前一步：安德烈、曾子如、大伟。现在，我宣布，获得第1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冠军的是安德烈。恭喜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赛区的安德烈获得了今天的总冠军。再次恭喜我们的安德烈，2016汉语桥在这个时刻已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此时此刻，应该说我们有太多的喜悦要分享，有太多的感动想来诉说。真的要谢谢所有参加汉语桥的选手，谢谢你们的努力付出。同时我们也相信在未来你们在汉学研究上面、学习上面也一定能够得到自己的果实。朋友们，让我们明年再见。